闸门打开了，第五级第二组前二公尺的沙迪塞士，奔跑前速不是太快。另外一匹四胜幸运呢，同样是有些许的抢口。现在在前面带出一个马位的就是五号的金斗勇，跟着有明权在他的后面。接下来有女人四十，他是守在内栏的位置，然后是一零一在旁边。那跟着呢就还有一匹是长胜动力啊，然后呢守在大概一个多马位之后是火龙卷啊，另外呢是四胜幸运啊大侠客，跟着呢还有一匹是投石问路，暂时殿后的则是有这个奔跑啊，另外当然还有财宝富也是守在这个马群的中间啊。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前面呢就是这匹五号的金斗勇了，他在前面带出大概是半个马位，在旁边压着他来跑的就是明权了，很快的转入最后四百公尺的时候呢，现在两匹马在前面斗，然后大概是一个多马位之后呢就有长胜动力啊，然后呢火龙卷这个显文诺的马匹现在追了上来，明权现在呢一直是想要赶上这匹金斗勇啊，金斗勇在内栏的位置，明权已经超越他，看看后边再上来一匹七号的财宝富啊，然后还有火龙卷，明权继续挡住，明权最终赢马，跟着呢就是火龙卷，然后还有财宝富，再来呢应该会，总之第一名就是明权，哇很接近啊，第二第三都非常的接近，第四名应该会有长胜动力啊。好，是的，第二名呢是七号财宝富啊，这匹十一岁的老马，然后呢就是六号的火龙卷，跟着还有八号长胜动力，三号七号六号